用优学派学生平板，课后辅导不用愁，绿色安全上网课。即刻下载麦基 TV， 上传疯狂十五秒同款挑战视频，就有机会参与节目录制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疯狂即刻进行挑战，一刻不停的亲自趣味挑战综艺《疯狂十五秒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清平，用优学派学生平板，课后辅导不用愁，绿色安全上网课。本节目由既能课后辅导学习，还能绿色安全上网课的优学派学生平板冠名播出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挑战已经全部就绪了，那到底会有哪些家庭来参加今天的挑战呢？来，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疯狂十五秒挑战时刻。哎呀，迫不及待的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组家庭，谁先来？我先。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万年老大陈新月，这是我的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千年老二汤新宇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汤琪。好，来，我们有一到五号五扇门，我们来挑一个。一号，一号。来，一号门，请开门。哦，疯狂抽丝带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疯狂抽丝带也是双人游戏，需要来派两位选手登场。哎，派哪两位呢？我和妈妈。我本来是想跟姐姐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妹妹呢，平时呢，她有锻炼手臂力量。哎呦，因为她有练射箭，所以的话呢，应该她的手速的话，可以应该会比姐姐强一点。好，所以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妈妈和妹妹的配合怎么样，好吗？要加油了，姐姐也给他们加油，好吗？好，妈妈和妹妹加油，请到你们的位置上进行就绪。嗯。汤旭，妈妈抽三个，你抽两个哈。好，十五秒挑战，疯狂抽丝带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加油加油加油，汤旭也要加，好快呀、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好，现在妹妹的速度稍微的慢一点，但是妈妈这边非常的疯狂。漂亮，妈妈这边已经来到了第三个。加油。时间并不多，但是丝带也并不多了，妈妈过来帮忙了，漂亮！挑战成功了，一家人都好开心哦。在这一把挑战里面，妈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扯了四个，所以这次妈妈和妹妹配合得非常好，恭喜你们第一个挑战成功！恭喜！哇，太棒了！来，我们接下来赶紧来选第二个门，我们选第二号门。好，来，二号门，请开门。吹爆气球，来，这边有请。哎，看得出来啊，三朵姐妹花呢，现在还沉浸在上一关的喜悦当中。他们马上要做出抉择了，新的挑战又来了，派谁出来呢？我和妈妈，我跟姐姐。有什么说法吗？那就这样子，这个呢，就我负责吹气球，你就负责拿。好，因为看我这个身材就知道，肺活量无限啊。哇，好期待哦。好，先拿好道具，站到前方。嗯，站到我们的起始位，准备。十五秒挑战，吹爆气球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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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球起来的很快耶！没想到一口气就已经吹到这么大。加油，妈妈！加油，妈妈！加油！加油！两口、三口，可能还差几口就要爆了。再有几口，哇！眼看着就要爆了。妈妈，再用几口。用力！用力！用力！不要漏气，千万不要漏气。这个时候，漂亮。妈妈，你回头看一下时间。时间是哇哇，好惊险啊！对呀、啊，太惊险了。哎，最后那两口气是特别的难吹，是吗？用上了丹田之力啊！两个挑战都玩得特别的开心，感觉一家人啊。所以接下来呢，还有三个挑战，三扇门，三四五号，选哪个呢？选五号吧，选五号。选五号啊？那好吧，那我们就选五号吧。好，那五号门，请开门。嗯。是我们的鸡蛋站起来。鸡蛋站起来，那这个如果挑战完成的话呢，就礼物要送给你们了。同样合作游戏，三选二，谁来？我和妈妈。哎，这次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一家人出奇的一致。哎，是啊，因为姐姐平时的话她是弹钢琴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她比较稳一点。对啊，所以的话在这方面会比较细心一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又看我们的妈妈和姐姐之间的表现了，好不好？到底谁先能把鸡蛋立起来？紧张吗？很紧张，有一点，是不是？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行不行。没关系，放松，我们一起给她加加油，好不好？来。好的。好，一二三，加油。好，
十五秒挑战，鸡蛋站起来，请准备。开始。我看到姐姐这边手，她手都在抖。不知道有没有找到要领哦。这个放上去的话，非常需要细心。不要着急，没关系，放松放松。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最好的。哎呀，时间到了！时间到了，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人松手、啊。对，鸡蛋都一直在手上拿着，挑战失败了。来，失败了，宝贝。没事，刚才我看姐姐手一直在抖，你拿鸡蛋的时候也在抖，是不是？太紧张了，对吗？也希望你们下次再来。是的，来吧，谢谢，认识一下下一组家庭。好，来赶紧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二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王一博，我属猴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建博。我是大伯二伯的爸爸王军伟。相信他们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啊。是的，我经常在很多短视频上看到他们，而且特别的可爱。今天感觉是来炸场子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场子上你看有五个挑战可以炸，来大伯二伯来选一个，看有自己最喜欢的吗？打气。你喜欢打气那个？得看你这个运气能不能抽中它。后面五个门，你猜哪一个是打气的？一。好，一号门，请开门。哦，拦截卡片。老爸，那你搁那反下，王一博，你搁那拉后加油，行不行？那为啥是你上的，你咋不让弟弟上呢？他就会加油。好，十五秒挑战，拦截卡片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哦呦，差一点，第一张就差一点。现在，哎呀，大伯就像一个无情的磕头机器。而且大伯感觉越磕越重，你发现了吗？别使劲磕，儿子，你轻点点。哎，有希望。差一点，刚才那个。别。哎，站住了，是不是？哇！第一关也是成功的通过了，恭喜！恭喜你！那接下来呢？还有四扇门。四号，好，请开门。吹爆气球。所以是爸爸来吹，对吧？对，我来吹。谁负责来弄气球呢？大伯、二伯。大伯又是你啊！哎呀，那二伯负责啥呢？加油。你看二伯心里门清，加油。那接下来就看你们合作了，十五秒挑战，吹爆气球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哇，好快啊。哎，这一口气，远点，这一口气非常的大。哇，快快快快快，哇，这个气球已经吹得像个热气球一样的大了，快快快，加油，有机会。放了个礼花，真的。而且你知道这个挑战结束以后这俩脸都是红的呀。恭喜你们，第二个挑战也成功了，恭喜。哇，太厉害了。哎，是的，来吧，来赶紧选出你们的第三个门。来，二号门，请开门。好，是我们的优学派科学挑战赛乒乓喷泉。哎呦，这个好像有点难度了。哎，但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个挑战，赢了之后就有奖品可以送给你们了。是的，那么这也是一个分工合作的一个项目啊，需要有两个人来参加，一个人呢负责摆球，另外一个人呢负责打气。我来打气，我死壮。那你来打气，谁来放乒乓球呢？老爸，我以为你还是站那嘎的。你是干嘛的？加油。哎，对。好，十五秒优学派科学挑战赛乒乓喷泉，请准备。开始，大伯用劲，好，走走走走，这个球，哎呀，球掉了，球掉了，水已经够高了。这个放球也是非常需要技术，抬高，抬高打，抬高打，往起拔，往起拔，儿子，往起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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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，挑战成功，太棒了！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的麦吉精品文具套盒，有礼物送给你们啦！迫不及待了，他选了五号。好，五号门，来开门看看，优学派科学挑战赛帽子飞盘。这一个呢，也是配合的，也是需要选出两位选手。我们还需要问吗？你主要负责什么，二伯？加油！哎，
好嘞。15秒优学派科学挑战赛，帽子飞盘，请准备。开始，你爸儿子，开始。哦，第一个帽子离得很远，老爸已经挨上了。但是，哎，大伯现在调整了之后，非常的接近了。哇，成功啦！恭喜你们！哇，加油了吗？那我们呢，成功的通过了这一个帽子飞盘的挑战，但是。怎么样可以让帽子飞得更平稳，飞得更圆，中间有哪些科学原理呢？接下来呢，有请出我们优学派的科学顾问王蒙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下。这个挑战一定要注意控制帽子抛出的运动轨迹，帽子被抛出之后运动轨迹基本上是一个抛物线，这就需要挑战者根据自己的身高找好抛出的角度和力度，让帽子下落的轨迹刚好落在衣架上，同时尽量让帽子前高后低的抛出，这样帽子更容易挂在衣架上。好，谢谢我们王蒙老师的讲解，谢谢。那其实呢，在我们的优学派学生平板中呢，除了有趣的科学课程之外呢，还有语数英等各科丰富的名师课程，让孩子随时随地免费学，在家就上名师辅导班。也剩了最后一扇门，直接开门。麦片多米诺。那在这一轮你们派出的是谁呢？我和弟弟。那我要问一下爸爸，请问你的职责是？我负责指导和加油。多了一项，多了一项。多一个指导啊。来，我们的15秒挑战，麦片多米诺，请准备。好，来吧，开始了。儿子，你这么摆，摆在这。好，二伯要赶紧摆。哎。弟弟是比定有距离的人啊，他俩是从一头来摆的，兄弟二人一块儿，快进去。哇，这摆的歪歪扭扭的，还真是有点担心了。二伯你过来，必须要放到红线后，摆正了。第一个得在这儿了，这儿啊，太远了，哎呀，非常的遗憾，挑战失败了。但其实是打倒了的，但是距离估算有点错误了。因为摆得太近了一点哈。哎，但是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大伯、二伯还有我们爸爸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欢乐，而且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的挑战都非常的精彩。希望你们下次再来我们的舞台上，好吗？好。好，也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的两个奖品。恭喜，来吧。接下来呢，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小可爱。大家好，我叫香雨，今年7岁了，很荣幸和大家认识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的妈妈。后面有1、2、3、4、5五扇门，我们来选一个数字吧。1号。来，1号，请开门。哦，是摇头晃脑。摇头晃脑。哎，两位怎么现在神色不太好？妈妈有点紧张，我觉得我会摇得很头晕。妈妈，你放松，就把汤当成。烤香肠，然后呢，你再努力的吃。好，拿上自己的道具。15秒挑战，摇头晃脑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哇，香玉也很厉害，妈妈也很厉害。哎，香玉和香玉妈妈两个人都好厉害啊。好。哎，可是香玉后面一点点好像是摇不出去了。哇，香玉真的好可爱啊，在那里。好了，恭喜你们。有2、3、4、5，你选哪一个呢？那就2吧。2号门，请开门。泥鳅捕手，抓泥鳅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妈妈抓头，我抓尾，然后呢，拿最不活跃的那只抓，肯定最好抓。好，所以已经盯上它了，是不是？好，15秒挑战，泥鳅捕手，请准备。开始。我觉得现在妈妈好像抖得不行了。我的天哪，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要丢到盆里。快把它抓回来，快把它拿到盆里来，快。吼完之后这一锅鱼你看没有一个活跃的，你看全都晕了已经啊。好，来，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一次，我觉得你们还是勇敢地克服了自己的恐惧，虽然有惊吓，但最终挑战成功，恭喜你们。3、4、5，选一下门，我们顺着选。三。好，3号门，请开门。麦片多米诺，来，有请。是我们的第3个挑战，完成的话呢，就有奖品可以拿了。好，come on。
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了。好，来我们的15秒挑战麦片多米诺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奶油妈妈速度很快耶。哎，宝贝这边，哎，会不会摆得太紧了一点哦？小心，这样两个接不到一块去啊！啊，中间隔的位置实在是太远了，要赶紧调整。最后5秒，3秒，时间不多，2秒，快快！ 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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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我们两个人弄一个就行了，你一定要弄一个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好，两位加油啊！我们的第四个挑战，15秒挑战，光盘套圈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加油加油！一次扔了好几个，但是相遇这边扔的特别随意，跟在发礼物一样的。成功了，各位！恭喜你们获得了麦汁浮雕拉杆箱，恭喜！恭喜！哇，开心吗？所以现在就剩了第五号门了，最后一个，我们直接开门吧。秤布离陀。好，那接下来有什么战术吗？首先我们夸夸夸垒完，然后呢，最后你来调平衡。OK， 没问题，听你的。哇，哎，还挺有战术的啊！一定要加油了啊！来，15秒挑战，秤不离陀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好，哎，速度很快，而且神同步，竟然是保持平衡的状态哦。哎，好，平衡有一点点需要调整的地方，但是没关系，先把碗放好。放好，你手松，手松。幼学派疯狂15秒，马上回来。幼学派疯狂15秒正在播出。有一点点需要调整的地方，但是没关系，先把碗放好。放好，你手松，手松。老师，妈妈那边呢，稍微的重一点点哈。是的，看来呢，在平衡这个点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失误，不过没关系，今天的表现已经很精彩了，下次再来。下次再来。好。哇，好了，挑战已就绪，接下来来认识一下身边的两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川妹子晨曦雨萌，你们也可以叫我小叮当。今年10岁，这是我雷厉风行的老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叮当妈妈。叮叮当，叮当，到哪儿都刚。哎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刚起来。今天我绝对不怂，不能怂，一定要凶气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到底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现在呢有5个门供你们选择，来选一个吧。我选择4号门。4号门，来，请开门。疯狂水果捞，这个呢是一个单人游戏，要派出一位来参加，谁来呢？我当然要派出我雷厉风行的老妈，让她试一试水果的味道有多甜。来，请上台。妈妈加油！15秒挑战，疯狂水果捞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哎呀，哇，一头就扎进去了。哇，厉害，而且很快耶，这么精准的吗？哇，妈妈真的感觉很久没吃过水果了。哇，这苹果太甜了，我感觉把以前没吃过的水果都吃到了。太快了吧，妈妈真的女中豪杰，就是刚说开始你话音都没落，妈一头就扎进去了，一头猛进去，所以真的有雄起，是不是？通过了第一个挑战，那么接下来呢还有4个挑战，来选一扇门吧。3号吧，来，请开门。疯狂抽丝带，来，有请。我们上一个挑战只看到了妈妈的疯狂表现，并没有看到。这回要看到我的了。哎，对，两个人都得上啊，看看你们两个到底是谁更刚，好不好？哎，都是刚。来，
现在到我们的准备位就位，来一头一尾请就位，十五秒挑战疯狂抽丝带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那边好像在跳舞一样的。要快点，宝贝这边要快一点，妈妈这边也要快一点。妈妈这里加油好一个。哦，他们两个速度，现在两个人的速度是一模一样的，时间所剩无几，疯狂起来！快快快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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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加油，恭喜挑战成功！压哨各位，最后一秒，啊，好险呀！的手法不一样，但是速度一样快，他们几乎是同时换到第二个障碍物的。恭喜，太险了！恭喜你们疯狂疯狂，名不虚传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呢还有三扇门，我们来看一下想开哪一扇呢？我想选择二号门。好，那我们二号门请开门。桌布风暴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游戏挑战也是一个比一个猛，听名字就感觉很厉害，是不是？感觉也是那个台阶慢慢要上来了，你们的疯狂程度可能也要增加了。我们先来适应一下我们风暴的风力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起风吧！哇！十五秒挑战，桌布风暴，请准备。开始。盖在桌上，快点啦，快点，好，对对对，宝贝那边可以松手，成功，恭喜，恭喜成功，哇，哇，真的太厉害了！天哪，我感觉好像这个桌子瞬间变成了一个超人啊！哎，而且他们这个桌布铺的真的很像没有风暴的时候铺的，非常的平整哎。感觉可以马上就坐下来吃火锅了，是吧？对、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到目前为止，恭喜你们成功了。三个挑战获得我们的麦吉精品文具套盒，恭喜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挑战会不会更难，好吗？来，加油，好吧？还有，来再选一个门吧。好，我选择一号。一号门，来，请开门。哇哦，是面部传送带。好，所以有什么策略吗？之前一路来还走得比较顺利。我觉得就是用尽全力吧，然后放下包袱。来，十五秒挑战面部传送带，请准备。开始。挤眉弄眼。天哪，这个表情太丰富了。还好，糟了，妈妈嘴里说糟了糟了，啊，下不来了，手不能动啊。宝贝那边快快出来了。优学派疯狂十五秒，马上回来。优学派疯狂十五秒正在播出，用优学派学生平板，课后辅导不用愁，绿色安全上网课。宝贝那边快快出来了，舌头。哎呀，时间到，挑战失败了。哎，刚刚不得不说啊，两个人的表情真的是非常的多啊。笑不就可以？为什么感觉妈妈一点都没有动啊？那个脾气。对，然后就失灵了。好了，来认识一下下一组嘉宾吧。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奇迹，今年十岁。大家好，我是奇迹的妈妈。我从小开始学医，中医讲究望闻问切，仔细观察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其实我有点好奇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望闻问切我们的挑战？我们赶紧开始好不好？来先选一个门吧。四号吧。好，四号门，请开门。哇哦，穿针引线。两位呢要派出一位来完成挑战，谁来呢？我来。哦，你来。刚才你说了，你就想把望闻问切全部容纳到我们这个挑战里。请问穿针引线有什么可以跟中医相关的？我现在正在学习针灸，考验眼力和准，然后呢和穿针是一个道理。好，十五秒挑战穿针引线，请准备。开始。开始。一只手啊。哇，好快啊。四根针已经过去了，最后一个孔，最后一个孔，漂亮。你知道
道他稳到什么程度，我觉得有一个稳定器在这里，而且他的手一路穿过去水平是一样的高度，是的，没有变过呀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恭喜我们的小中医第一个挑战就成功啦，恭喜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二三五四扇门，问诊哪一扇？三号，请开门。抽绳大作战，你还有什么中医的理论可以运用在上面？嗯，扎针的时候那个要慢慢的进，耐心很重要，手也要稳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的十五秒挑战，抽绳大作战，请准备，开始。哦，哎，妈妈这边哦，妈妈速度很快，但是现在就靠你一位了啊，加油。重担都在你的肩上，最后的希望，但是绳子还剩很多在瓶子里，那个尾巴也很关键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最后出来。哇，来不及了，最后一点，最后，快快快，恭喜挑战成功。哇，哎呀，看来你的分析还是很有道理啊。哎呀，这运用的非常的得当，所以恭喜你们第二个挑战也成功啦。那现在我们还有三扇门，你看还有一号、二号和五号。二，请开门，鸡蛋站起来。这个也是细致活儿，是的，妈妈也要加油啊！来，我们的十五秒挑战，鸡蛋站起来，请准备，开始。好，要把鸡蛋立在灯泡上，该有多稳的手才能做得到呢？恭喜挑战成功了！哇，太棒了！真的单手就完成了，所以现在已经成功通过了三个挑战。对啊，所以呢，现在获得了我们麦奇精品问句套盒，现在可以带回家啦，恭喜！那目前呢，还有一号门和五号门。五号门，请开门。水上大楼有请。平衡很重要，在这个关卡也是要通过两人合作才能完成的。来，十五秒挑战，水上大楼，请准备，开始。哦，好，哇，这个水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晃动。我妈妈其实手在抖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接下来是你的了。第三个罐子，第三个罐子放上去之后。歪了，有点歪了。第四个罐子啊！哎呀，挑战失败了，非常的遗憾啊。其实前三个罐子算比较稳的。今天的挑战已经全部结束了，王建博家庭父子三人齐上阵，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，过程精彩连连，闯过四关，成功当选本期疯狂挑战王。获得由优学派提供的学生平板一台，优学派学生平板特有的绿色家长管理系统和十重智能护眼功能，让孩子绿色安全上网课，家长更放心。好啦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挑战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我们的疯狂挑战王呢也已经诞生了，他将可以额外获得由优学派提供的学生平板一台，用优学派学生平板课后辅导不用愁，绿色安全上网课。本节目由既能课后辅导学习，还能绿色安全上网课的优学派学生平板冠名播出。当然了，也要记得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麦吉成长说，了解更多节目资讯哦。如果你也想来挑战的话呢，赶紧下载麦吉 TV 参与我们节目的同款挑战，就有机会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同台竞技，疯狂即刻进行挑战，一刻不停，疯狂十五秒，明天晚上7点钟，我们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